我叫周璐，今年31岁，现在在北京市八一学校国际部担任英语总监，负责整个国际部的英语课程设计以及新教师的招聘培训等工作，事无巨细，忙碌且充实。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和学生们打成一片，课下他们会管我叫璐姐，陪着他们成长让我真正明白了老师两个字的分量，也让我确信当初放弃培训机构的高额薪水来到这里是值得的。课余的我和学生们一样是个大孩子，唱歌刷各种密室，胆小又爱玩，还有摔了无数次依然乐此不疲的滑雪。当然我爱玩不贪玩，也有很自律的一面，工作不忙的时候一周5次健身房打卡是常态，曾经2个月的时间健康减重了1/4。我心目中的另一半是能让我仰视的人，不在物质而在于精神的同频，认知的高度契合，当然可能还得先过我兄弟们这一关。